会儿我在迎着上海的晚高峰，你们猜猜看我要去哪里？到了到了，可算到了，妈呀，真的是从天亮坐到的天黑，来喽来喽，哇，上面这个顶也好好看，这里是上海的环球港，真的贼大，发现一双超大孩子，天哪，这么大，我这会儿迷路，然后找这个，太迷茫了吧，为什么要绕这么大一圈啊，这里不能直接走吗？啊，来啦，我们今天呢来到女孩子的天堂，就是这个调色师了，里面满满的全是彩妆，据说没有一个女孩子能空着手走出这里，店内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大呀。先来拿一个小篮子吧，这里居然有一排的指甲油，可能几辈子都涂不完这里的颜色吧。这一排全是各种开价品牌，国内外的小众品牌的彩妆，女孩子梦想的江山全部都是面膜，满满一排的洁面巾，居然有一排的化妆刷，这的东西真的太多了，还有一排的洗面奶、眼线笔，全部都是。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来打卡这里这么多的彩妆蛋，有很多宝贝问我把这里所有的美妆蛋买齐那要多少钱，咱也不知道啊，没办法，我们只有亲自实践了，开买，真的是各种形状的都有呀，摸着这个蛋蛋还是非常软的，估计不会难用，开始安排吧。这个来一个，这个也来一个，好粉啊，很芭比，我最爱的橙色、黄色，还有这个肉色，买米白色、香芋色，这个颜色也太清新了吧，摆在化妆桌上看着心情都很好呀，买。还有这个浅蓝色、绿色、浅绿色、深绿色，属实有点绿呀、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蓝色真的最多人买，全部安排上。哎，只恨手太小，一只手只能拿下四个，买。最后这几个啦，当然也要买买买啦。那是满满一箩筐的彩蛋呀、啊，好好看！你好，小姐姐，你们这还有别的美妆蛋吗？小姐姐说还有美妆蛋，我们这会儿再去买点吧。谢谢。这几种美妆蛋也不能错过呀，先来一个这个小小的，好可爱。买，我还看到这种美妆蛋，它是一个毛蛋，只有两个颜色，这两个颜色都买吧。还有这个黑色的美妆蛋也是很特别的呢，搞定。这种毛蛋的美妆蛋我还是第一次见呢，那再来两个吧，揪两个宝贝，把这两个蛋丢给你们，搞定啦，姐妹们，你们猜猜我今天一共买了多少个蛋蛋呢？真的够我用好久啦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猜猜看一共花了多少呢？